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发明热情，无限爱心小爱，照明的酷飞，超级飞侠我爱你。驴打滚上，东东，啊，妈妈，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哇，是我喜欢的驴打滚。嗯哼，妈妈，母亲节学校要举办美食活动，让我们做好吃的给妈妈吃。您想吃什么？就做驴打滚吧，东东也爱吃。驴打滚，好耶！我要做不一样的驴打滚。泡泡，好漂亮的颜色。我想到了。想到什么？我想到要做什么样的驴打滚了，但那是秘密。是吗？哎呀，妈妈很好奇呀，怎么办呢？尽情期待吧。不过我要先请超级飞侠来帮忙。早上好，安琪，今天我要去哪里送包裹呢？今天你要去中国首都北京。北京，我喜欢那里。北京有许多特色的现代化建筑，国家体育场像不像一个鸟巢？国家游泳中心就好像立体的水滴，又被称为水立方。哇哦，我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了。今天学校要举办母亲节美食活动，东东要制作一款与众不同的北京小吃驴打滚。驴打滚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想知道它名字的由来，你可以去请教东东啊。好啦，东东正等着你的包裹呢。出发。老师都要流口水了。东东，你做的是驴打滚儿，猜对了。你是不是忘了要给驴打滚儿撒上黄豆粉呢？我要撒的可不是黄豆粉。包裹快递。我的包裹到了。你好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你好，乐迪，我是东东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是你的包裹。嘿，哇，是我想要的破壁机。我可以完成我的驴打滚了。这个名字真有意思，为什么叫它驴打滚呢？我来告诉你。传统的驴打滚是在做好的面卷上撒上黄豆粉，黄豆粉一飞起来，就好像郊外的驴儿在地上打滚时扬起的尘土都是黄黄的啊，所以这种小吃就被大家叫做驴打滚啦。真有意思。现在我要把这些果干通通打成粉末，代替黄豆粉撒在面卷上，做一份七彩驴打滚。哇，七种颜色的驴打滚，那一定很漂亮。我也想尝尝。我也想尝尝。看来我要做好多好多的七彩驴打滚，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吃了。
是这个破壁机有点小，不够做那么多七彩粉末啊。哈，看来你需要一个更大更强的破壁机，是时候呼叫超级飞侠了。超级飞侠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每次遇到困难，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接通。这里是总部，怎么了，乐迪？东东要做七彩驴打滚给妈妈们吃，所以我们需要超级飞侠来升级破壁机。哦，谁最适合升级破壁机呢？啊，嘿，嘿，嘿，天才发明家多多会是你的好帮手。出动，准备完毕。乐迪，超级飞侠什么时候来？看，是多多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多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多多，我们需要打出很多很多七彩粉制作驴打滚，你能帮忙升级破壁机吗？多多做得到，超酷工具箱组合。哇，好酷！我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发动机和一个更大的容器。多多超酷破壁机升级完成，不仅可以榨果干，放入任何食物，它都可以直接烘干磨成粉末。太棒了！有了超酷破壁机，我们赶紧完成更多的七彩粉吧。颜色了，哈哈！乐迪，多多，破壁机发生什么事了？让我看看。破壁机运转的太快了，发动机过热，要降温才行。那要多久？妈妈们快来了。放心，很快的。多多的超酷工具组合，超级风扇。我来打开风扇。哦，啊，糟糕，超级风扇风力摇得太大了。大家小心，快躲起来。我的驴打滚。超级风扇的风力条太大了，这样下去美术活动要被破坏了。多多，你有办法关掉风扇吗？我们站都站不起来，除非用比超级旋风更快的速度飞上去关掉风扇。哦，速度交给我。乐迪加油。
学们，这个瓶子是经过多多特别设计的，使用前要像这样摇一摇，然后对着空中用力一挤，就会喷出梦幻般的七彩泡泡。七彩泡泡碰到驴打滚后变成粉末，这样特别的七彩驴打滚就做好了。下面有请妈妈们入会场品尝大家的美食。东东，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你是乐迪吧？您好，我是乐迪，这是我的朋友多多。对了，这是东东为您做的母亲节美食——七彩驴打滚儿。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，七种颜色，真好看。您快尝尝。哦，酸酸甜甜的。这可是番茄味的驴打滚儿，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特别的驴打滚了。七种口味的驴打滚儿真的难以形容呀。耶，这次的任务也顺利完成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再见，超级飞侠。勇闯天下，超级飞侠。